欢迎战战，今天来到我们，哇，这个是很漂亮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se Only 品牌代言人肖战，很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啦。哇，终于见到我们战战，今天拿到这个玫瑰花，然后整个造型也是非常的清新啊。今天这身 look 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很清新，然后跟 Rose Only 非常的契合，很契合，而且跟520超契合，我感觉520已经提前到了。哎，我们给镜头一个时间，大家可以好好的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站在拿着我们 Rose Only， 这是很经典的一款花盒。对，它有一个名字叫1314，是也是我们 Rose Only 诞生的日子，希望陪伴大家一生一世的一个。